大家好，我是山西省临汾市蒲县县委书记薛凤奎，很高兴向大家推荐心灵圣境厚德蒲县。蒲县地处吕梁山南端西麓，人文底蕴深厚，生态环境优美，是首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、全国科技进步县、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。10000多年前，蒲县就有人类繁衍生息的足迹，血观龙王庙系石器时代遗址，为这片土地留下最早的文化烙印。5000年前，姚石溥遗址曾隐居于此，讲道见贤，蒲县县名由此而来。春秋时期，晋文公从而受封此地。近代以来，蒲县走出了著名书法家、经济学家段永，也走出了山药大牌代表人物《吕梁英雄传》作者之一的西戎等杰出人物，文脉千年，星火传承。蒲县扶贫戏剧《春暖蒲子山》全国展演，蒲县抽山会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一段段历史，一代代人物，一张张名片，丰盈了蒲县形象，积淀了蒲县的内涵。蒲县物华天宝，山川秀美，勤劳智慧的蒲县人民一直致力于绿水青山的建设，县域森林覆盖率达到40%以上，林木覆盖率近60%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路山林海苍茫，五种繁当，堪称天然氧吧。梅洞山、翠屏山、霞村峡谷、琼山环绕，四季皆景，发展康养产业得天独厚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岳庙历经千年风雨，留存了众多文物古迹，唐朝的秋树、元代的戏台、明代的泥塑，都是历史的烁索、文化的积淀。远近闻名的蒲县美食独具特色，粗粮细作，细粮精作，油面靠姥姥，钢丝面，骨皮遐遐，敏捷儿等美味，足以触动您的味蕾，向世人展示着蒲县世界上的真情实意。蒲县崇文重教、崇德向善的传统历久弥新，在决战脱贫攻坚、决胜全面小康的奋战中，我们创新的道德银行做法激发了干穷内省动力，提升了社会治理，加速了产业转型，赋予了心灵圣境厚德蒲县缺行的时代内涵，让蒲县这座千年古县更有情怀，更有温度。未来我们致力于栽好产业集聚区梧桐树，打好影响环境店小二，拿出真情实意，汇起大礼包，期待大家来蒲县投资兴业。朋友们，我代表热情淳朴的蒲子儿女，诚有各界宾朋相聚蒲县，追梦蒲县，心灵圣境厚德蒲县欢迎您。我的家乡心灵圣境厚德蒲县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优美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的人文景观交相辉映，是心灵栖息的圣地。如果您钟情于山，
我们愿意陪您游百山景区，一起聆听苍松与翠柏共语。这里有优质的投资环境，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服务标准。热诚欢迎您来蒲县品苹果、观茶树、吃牛肉。乡村振兴寻山之厚德农民最良法。在刚刚经历过的这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役中，我们全县党员干部苦干、实干、巧干，是蒲县优越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有了发展的底气。蒲县正在成为新能源产业的核心之地。在这里，我感受到蒲县人的淳朴热情，坚定了项目落地的决心和信心。我们十分看好蒲县现代工业发展的美好前景。能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，我们特别自豪。不分昼夜寒暑的坚持，留下的每一滴汗水，都是为了让家乡更加富强美丽。我们志愿服务社会，弘扬文明向上的道德风尚。蒲县是我家。